据新华社，北京27日电，中国共产党第17届、18届、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近日在上海休息。2023年10月26日，因突发心脏病，经全力抢救无效，于10月27日0时10分在上海逝世，享年68岁。